日本第一名毛老原有理来到香港为一个服装品牌宣传，这日他为品牌的铺头剪彩之前就登上电车游览港岛一番。29岁的他这日着上一条鲜红色的长裙，特别明艳照人。可能香港的朋友对老原有理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，不过有留意开日本时装的应该都会见过他的样子，因为他是日本其中一本最受欢迎时装杂志的专用模特儿，而且拍摄过的广告多不胜数，所以他亦都有广告天后之称。非常亲民的老袁原本只是想住坐在电车入面，但是见到有这么多市民围观，所以就专登走去车头跟大家打下招呼。而在开幕仪式举行之前，他还以广东话跟大家打招呼添噃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袁有理。除了老袁有理之外，当日亦都有一大班嘉宾到场，好像是吕仲德、梁汉文、方力申、陈辉雄同埋唐少琪等等。能够同日本第一名模见面，唔知梁汉文同小芳对呢一位日本靓女有咩感觉呢？我有看过她的广告，我也知道她是日本的广告天后，但是都没有机会见到她真人，今天有机会。有看过她来香港做宣传的消息，所以今天我都很希望一会儿可以大家可以见个面啊，打个招呼啊，也希望他在香港这段时间可以玩得开心。自从非礼事件发生之后， Stephanie 郑融都是第一次同好朋友周柏豪一起出席公开活动。而早前已令江若琳在书展推出新书的时候，书中就提及他曾经差啲同一位圈中人拍拖，有传嗰一位男仔就是周柏豪。虽然已令就已经否认了这件事，但是当 Stephanie 想帮好朋友解释的时候，就好像越描越黑咁噃。他的绯闻对象从来就是一另一个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去年已经有了嘛，好像因为拍戏的时候好像已经有啊。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什么？所以可能还没完。到了晚上，老袁有理就换上另一件靓衫出席开幕派对，现场仲有一大班靓模到场，日本顶级 model 大战香港靓模，究竟哪一个更加吸引就交给观众决定了。另外 Chrissy 周秀娜就姗姗来迟，有传最近 Chrissy 今年人气急升，火速赚了400万。咦，咁 Chrissy 依家咪已经变咗个100万小富婆？其实我未计过嘅，咁但我到而家都未至系100万少女啦，因为都仲系好向住自己嘅目标，希望可以储钱买到层楼同屋企人住啦，咁所以都努力紧。同场出席嘅仲有董敏妮、周吉佩、曹敏宝同埋陈浩欣。曹敏宝就话因为一直都有留意开日本潮流杂志，所以一早已经认识老袁有理，而且仲觉得佢好靓女添。我一入到嚟咧，佢就喺出边经过啦，好靓啊！因为我屋企都有好多日本杂志嘅，咁佢就有好多系做封面嘅。之后咧，佢就真系名不虚传，真人仲靓过上镜咯。你哋都见到啊，嗬？成身银色咁样。